我的最爱全你电台 Camille Channel Start from here。我是 Chimmy， 就读在嘉明纪念中学，是一名高中生。在这间中学令我最自豪的就是我那四个死党成立的天地会。天地会是要警戒全校的男仔知，我们班女仔和他们的距离就好像天和地的距离一样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唔好烦住我啦，死啦哈！啊啊唔好啊，唔好我走啦，我走我走。我都话唔中意你咯，死开啦，走啊哈！啊啊唔好再打我，我走啦。啊啊！呢、这个就系黑女，佢系成个嘉明纪念中学最好打嘅女仔。传说佢一个好慢嘅纹身，但我发现其实只系佢 pat pat 一粒吉他型嘅物。大家投我一号古墓一票，我觉得和谐并不是一百个人讲一样的东西，而是他们讲不同的东西而又互相尊重。这个就是古妹，她现在竞选学生会会长，你不要看她这么瘦啊，其实她不吃斋的。哎呀，我又跌了副con啊。哎呀，不如我帮你执啦！你死埋喺二边啦，你忍住俾人 call 噶。呢个系 Rainy， 佢系一个近乎盲嘅人，但佢仍然坚持戴佢嗰副接近一厘米厚嘅 con， 所以成日都跌出嚟。哥，你死得老惨啊！你自从去咗雪山，就冇再翻过嚟，尸骨都冇埋，好惨啊！呢个系嘉晴，系嘉明个妹，系一个超级有钱嘅人。自从佢阿哥去咗雪山冇翻之后，佢为咗纪念佢阿哥，就起咗呢一间嘉明纪念中学。来了来了，哈哈，谁能挡我？杀！降！哼，到我了，万箭齐发！闪！闪！死！我冇添，不过，无懈可击。喺天地会，我哋平时中意夹下 band 之外，我哋最中意玩三国杀。你唔好睇我哋咁开心啊，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好大嘅烦恼噶。喂，你哋玩紧乜嘢啊？亲埋我玩都唔得啊！行开嚟。喂 ，Chimmy， 你收唔收到封情信啊？吓，唔系功课嚟嘅咩？我交咗。喂，古妹，我煮咗斋俾你食啊！你唔知道我唔食斋嘅咩？死开啦你！哎呀，你做咩摸我 pat pat 啊？冇，我想弹吉他啫。弹吉他，死啊你！哼，吓又要去死啊！弹吉他，死啦你！哼，吓啊啊，又要死！呢、这个，唉，就我哋天地会最大嘅烦恼，佢就系沈佳欣。沈佳欣同我哋同班咗七年。
唉，同时亦都追咗我哋七年。佢就好似一条菜摄咗喺牙罅度，点撩都撩唔到。2011至2012年度全里电台广播剧比赛，那些年我们不想追的男孩，编剧 Free 黑同人，剪接阿圈，混音 Lemon Chimmy 声演 Chimmy Lemon 声演家情，Jesse 声演古妹 ，Finnis 声演黑女，美琪声演 Rainy， 阿圈声演沈嘉欣。第一集完。